时间，护持正好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心善念慈，护生命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享受付出，珍爱生命。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二十。文殊师利菩萨问宝寿菩萨言：佛子，一切众生等有四大，无我，无我所，云何而有受苦受乐、端正丑陋、内好外好、少受多数、毁现受报、毁受后报？言法界中无美无我，这是记着财首菩萨文殊师利问财首菩萨之后，又问宝首菩萨，说一切众生啊，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身体平等的，等有，在四大是平等的。为什么在这个当中无我无我所，云何而有受苦受乐呢？这个这一段的经文，问宝寿这一段开始的时候，说众生身呢，都是四大假合的。是无主体的，就是这个身体也无我，我都没有嘛，哪有我所呢？这是一切众生共同认识得到的。这个我们昨天好几天了，隔了两天了，我们上次把这个问题都讲完了的，现在再重复一下子啊。我们这个身体受苦受乐是指是出相说的，一般我们能感受到的，一般我们讲到堕道、畜生、恶鬼、地狱三途嘛，就是苦的，它是纯苦，没有乐。天呢，天人呢，是纯乐而无苦。那么人间呢？是苦和乐，大概参半吧。有的这一生当中啊，乐多苦少，有的一生当中呢，从他生下来一直都是受苦，乐很少。生的人身了，总比那个三途要好一点点。在这苦中，说人的相貌有很端正的，也有很丑陋的，有六根不全的，生下来就是盲者或者是残废人。乐呢也不同，要生在富贵家庭了，从小就是药就吃药，就药罐子不离身，一直到死的时候，这病苦缠绕，这些问题啊存在于过去的业报当中。文殊菩萨问的意思了，说一切众生平等有四大的假合的身体，为什么有这些个种种的差别？
保守菩萨答复的时候呢，说是他做的业不同，现在这个报身呢是过去的业果不同。另外呢，文殊菩萨问的意思，说每个众生都平等具足法界相，在这个性体当中，每个众生从他的体上看，也没有善也没有恶，也没有苦没有乐，那这些的受生之后，这苦乐从什么产生的？为什么手摄的所受的不同？如果把他所做的业亡失了，纯粹就在理上说，就在真体来说，是平等的。但是他过去所做的业不同，因为过去的业因，业因不同，现在所感的报的果呢，果也就不同了。我们现在大家所受的就是业报身，业报身这里头有个缘，懒缘而成，本身是没得自体的，因为懒缘，缘而成，缘是希望的。虽然缘起是希望的，但是它业果不消失，所以受报就不同了。这些差别是这样有的。保守菩萨就答复文殊师利菩萨这个问啊，说是为什么不行呢？不成呢？随其所行业，为什么有这些差别啊？是他所造的业，入世果报生。作者无受有诸佛之所说。那么讲这个是熟地法。熟地法是原生的，原生的。缘起就是惑业所起。我们过去无量生，一生一生的。当生是受报。那前生呢？当生的前生是业，是所造的业，业果不同，所以有种种差别。头几天跟大家讲过了，人都是人，这人的差别太大了。对，就是什么呢？随他个人所做的业不同，业不同，但是他有熟体，有真体。在他的熟体当中讲，剩一体嘛，就是空意了。熟体就讲呢，就是随这个业祸所感的果报，说业果不同。这种道理啊，这个就像什么似的呢？譬如净明镜，随其所对子，现象各不同，业性一如是。可是我们照镜子，那个清净的明镜啊，它没有作意的，你什么相来了，它都给你现什么相，所对的相，随其所对的子，那是所现的相不同，不同的原因就是业性已入世啊。说你过去做的业所现的报身不同，说有种种差别。因为业报，你造的业所感的报没有体相的，是虚的。但是这个虚相在没坏的时候，没坏的时候，没坏的是有，在这个业相坏的时候是无，无呢就是业性本空，
但是你每个人所具足的，那么最初所讲的，你那个本体的佛性啊是不动的。这个平等是要你的本具的佛性平等。要向上说，因为你所做的业报不同，业报是虚妄无性的，这个不同，要虚妄相换，把业报还了，那就相通了。那么谁是造者，谁是受者呢？那是你自己。你造什么业，受什么报。我性体本一呀，所以种种差别，因为你所造的业不同，那你刚果上就差别了。差不了在人间上吧，贫富啊，寿命的长短呐、啊，生老病死苦的病苦啊，当你出受生的所生的处所，这跟你所造业有关系。你造什么业的所感的，那像我们生到这个城市的跟生到农村的，或者生到边地的，像我们有好多少数民族啊，是跟牛马没什么差别的。虽然但他业报还是做了人了，无知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咱们强调讲，咱们这个品就是问明啊，惑业当中迷的最深的，他连求一个做人的普通的做人平常的知识都没有，没有，像这类人不在少数的，大家没接触过了，接触过就知道了。我们在西藏听到有一个人，听到西藏的北部离拉萨还有2000多里地吧，那人活了，他活了大概有好几百岁了。那我就好奇了，邀几个人去看他，去找他，找到他，找到他，你问他什么时候生的，究竟好大岁数不知道，离拉萨嘛2000多里路，是个藏民，他没有居处的，他随着这个山林呐、啊，有水草了，放牛啊，放羊啊，是不是牛羊马？就是随着这个牛羊马群呐、啊，对，哪儿地方有水草就在哪儿支个帐篷，那就他临时的家了，都入室。咱们找他问他多大年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生的不知道，问他拉萨现在的拉萨的，达赖喇嘛第几次了不知道，一切都不知，他只知道他生的时候，那个皇帝叫乾隆，就知道这么一点，乾隆哪年的不知道了，他只知道他的牛，他的羊。他那时候他一个人了，还有2匹马，就这样。问他儿子啊，儿子媳妇啊，孙子，他说全都死光了，不知道了，没有了，没有人了，就是他一个人。有人羡慕他寿命很长，我就问他嘛，我说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啊？连自己岁数不知道。连家庭成员也不知道，就知道有几条牛、几匹羊，知道这个，这活着跟牧师有什么差别？说哪地方水草哪地方有了，像这样的，这也是人呢。像你到那个昌都，属于西藏的地界了，那西藏也管不着他们，他那藏。政治司令没到他那个区域，他叫内武旗，39个民族，人数不多，39个九种的话不同，
生活习惯不同。咱们说是吃丈八吃粮食啊，丈八都一年也吃不到，他不种粮食，穿的是牛羊，吃的还是牛羊，离开牛羊另外跟他没有什么区别。像这样的做人有什么意思呢？没有语言，文字非常减少，你跟他说西藏的话呀，他不懂，藏语他不懂，汉话他更不懂了，他仅知道他那个民族，他也不知道的民族之外还有别的民族，那他完全都不知道，他生的那个地区，死的那个地区，跟牛羊打对吗？将来变牛羊吗？牛羊变成人嘛，人又变牛羊嘛，就是来回轮转嘛，永远解脱不了。这就是业，业，大家总得这个业了。你惯想必须得惯想要变化，为什么？女人身，男性女性。我说女性的习气很重，她不晓得多少生都是女性，她没有转变，转变得靠力量，得靠意愿。本来是男性女性是互相转变的，中国人外国人都互相转变的，哪个是宗啊？在我们佛教讲，哪有佛法哪就是中国，哪没佛法哪就是边地。以佛教文法能够了解生死，少起祸，少造业，那你报就转了。那不生为什么不能转？因为你身为女性了，女性习气特别重，生生世世都是女性的。而女性呢，有些看着女的很像男性，那是她有男性刚转来，转的习气不太壮。也有女性转成男性的，有的男的化成女的，还那演员呢，我跟一些个演员的道友，我跟他说，你是，假使说你现在可是男生，来生你会变女的，那模仿的女性的生活习惯。那他就变女的，现在我比丘尼他模仿的生众的习惯，所以你的生活习惯，那佛的字，佛字要求你的，你变成男性的，男性跟女性这个业也是互转的，这些现象各个不同。为什么呢？业，你所造的业，业果是从缘而起的，它没有自己体性的，对，缘起诸法，咱们讲了很长很多了啊，恐怕有新来的道友略微说两句，缘起是没有体性的。我们经常说遇缘了，遇这个什么缘，你的生活习惯事情就是个什么业缘。如果说你一想，大多数随父业而生习业，父亲是个泥水工人，或者是个父亲是密子，是个木工或者人工，或者是个学者。为什么经常咱们过去的小说经常叫书香门第啊？因为读书的是最高贵的了，书有书香，书香门第，为什么打工的永远是打工，不能当老板啊？像我们的西藏是奴隶制度，当奴才的永远是奴才，一辈子是奴才，孙子是奴才，穿多少代还是奴才，
这家就是这家的奴才，除非这个主人把你卖了，或者把你送人了，送人你到别家当奴才去了，不属于这家的了。西藏，我在西藏拉萨时候，统统不足200万人口，是给300家贵族服务，永远入世，一代一代、十代、二十代的人，奴才总是奴才。那好像定业不可转了，能转的，只要意图能转，什么呢？信佛，学佛法。学佛法当了喇嘛了，就出了家了，学的特别的突出。完了从那个毕了业，当上葛西了，当了堪布了，贵族，就是喇嘛贵族。他家里挺大，死后他家庭、他的父母、他的弟兄姐妹全变成贵族了。那是现在这个达赖喇嘛第14次，他是青海人，他父亲是个，也是我刚才说那个牛毛帐篷里头的，没有文化的，那打卦打到他的儿子，他有几个哥哥，打到他达赖转世的，把他请来了，他的一家子人就到了拉萨去了，就给他修着王府啊，修什么啊，那他的弟兄姐妹都是贵族了，他本来是青海人变成西藏人了。这是业缘，就是他家出了这么一个。但是性体呢，贵和贱没有区别的，性体上没有什么贵啊和贱，所住的业，业就是造的业不同，业不同，那看你怎么造。你看咱们中国的历史吧，汉高祖，就是咱说黑帮吧，黑帮小头头，当一个那个社会，在他那个地区当个亭长。后来在乱世他起义，他后来就当来了汉高祖。那他就他的子子孙孙那都变成贵族了，皇族了，就是。那这种改变是很不容易的，改变容易的。明太祖开国的，从他是和尚，大家知道吧，他是家里很穷，就当和尚去了。他不是愿意当和尚，没办法，大觉寺啊，就可能生活下去吧，吃口饭。那他就当兵去了。当兵去了，他渐渐的，那他就很有本事啊，拉拢啊，他有那些个他的业嘛，他有这些业嘛，他创了明朝的天下。这种都是突出的业转，那就业转。那现象不同，过去他有福报，过去的业，今生使他的业转化了。因为这个业是没有性体的，不是固定的了，是报感的，报感的。虽然是虚假之相吧，虚假之相得有那个虚假的业来显现它。你做什么业就受什么报。像做了皇帝了，错杀了很多人，那这一生享受了，无量生去还，那还到什么时候都不一定了。懂得这个业报的转愿转现，懂得心的显现，要相信业果。如果大家读一遍《金刚经》，读一遍《弥陀经》，
那就你未来的你赶得棒，就是一遍了，别说你修成了，修成成道了，不要这世间因果了，晓得因果性空吗？就是这个，你遇着佛法的因缘殊胜了，你感到果报，或者是你持诵礼拜，感到把你过去业消了，业转化了，升天了，乃至在天上下来，还可以到人间，还可以做国王、做大臣、做什么，还要享受多少年？如果你善业相续呢，那就得善报。如果善业变化了，恶业重了，就得恶报。但是从他的真体说，像咱们过去在讲起论跟大家讲，你这个佛性的本体，不论这个业缘怎么变化，乃是堕三途，那堕时间不论好长，你这个真性的体现，遇到佛法的因缘，种下这么善根，像我们现在共同学《华严经》，种了善根了。你死后第二一生不见得相续，你今生没成道，死后了，死后这一下子，过去的别的业果成熟了，就随那个业果去转。等你多前这个文法的业果成熟了，那渐渐又恢复了，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或者是成佛。如果你今生就能掌握好，不要希望的来生了。今生此生不向今生度，说你现在的生啊，你今生要不把它度了，更待何生度此生啊？你还得等待哪一生来度这个生？因此啊，特别注意，现在我们这个里头就讲得到，要精进，不要懈怠。就像明镜里头所现的相不同，所现的不同，那个相不是真实的影子。那你所做的业呢，就像现相上的相上一样的，你造你就受。有什么业就有什么相，你做不是人的事情，虽然是个人的人性，但人性变了，现在很多的人做的都是畜生性，大家看一看，大家可能明白，学学人不学人，人不学圣贤，画很多种像，学畜生，学畜生将来就变畜生了。但是业也好，业是祸啊，果报现生的受身也好，他们这都是影子，镜里的影子，不是真实的。对，真实的呢，就是我们最初讲《华严经》，劝大家发菩提心。相信自己是毗卢遮那，因为我们那个性体呀、啊，跟毗卢遮那是同体的。这些个所有的现象，现在我们所受的报，都是业缘所感的。要恢复我们那个明镜的本体，在我们心里头明镜的本体上，随我们过去种种的业缘，演现出种种的相。这个相不是镜子本有的，镜子没有，你相随时变的。但是镜的本体呢，镜子不会变的。那镜的明镜也是向我们本体原来居住的。讲这个镜啊，在经上的拿这个比喻，大概有四种。一者是什么相呢？称你真所起的，就真心所起的空镜，
叫真实空，真实空。没有这个杂念境界相，离心离识离意，一法不现，就是咱们所说的万法皆空，心识境界这些个相都没有。这叫什么？这就是我们现在这品经所说的明。镜子就行你大般若字的本体，明就明起所有照了的意，对一切法一照，这一法都是空的，没有实体的。第二种呢是熏习的，咱们讲大乘起信论讲了很多，都是给这个讲华经的方便。有两种熏习，一是缘法熏净法，就是那一心起念了，不觉故心妄动，心妄动而起的业相，业相不停地造，业相一现就转，越转越错，转转了就变成现象，现就是现众生相，业转现。但是这个本体的清净本体它还不动的，它是常住的，这一切法随时变化，是因真而起的，这一念不绝嘛，生出三细相，业相转相三相，这三个都得八九地菩萨才断得了的。哎呀，自相相续相，业相相续相就是要造业了，那业相转向现象还不离于一心，还是一心的境界。自相相续相就不同了，无量的分别。但是一相续越照越出，就执着取舍。相续不断分别执着，这就起业了，起业了就造业了，就执着名字，执着假象，执名字相即取相，起了业了就越细着了，越一细着你越执着，越演越错，执取即名字，起业越细苦，一造业越把你细放住了，再也解脱不了了。是熏习，发出离，发出离。许氏的善根业，闻法，闻了佛所教授的方法，在这个方法知道啊，我们这些个虚妄的烦恼，没有实体的，可以转化，可以断除的。叫法出离，法出离，恢复你那个心境的平静。法就指那个真心，这样出离了这些烦恼的深渊。但是这一点外缘，外缘就让我们指闻法，三宝弟子闻法，闻法就是熏习，熏习你天天听，天天听。完了你也天天念，天天念持诵礼拜呀，专指四众弟子说的，依着佛所教授的方法处理，处理嘛，处理这些个业系的苦相。那时候这个法像镜子一样的光明照耀，照耀你的心，令你心呢修善根，有善根，就念佛、念法、念僧，随你的念而示现。翻过来了，把前头那个翻过，能得到什么呢？
对，空知道一切外物之体，一切法没有实体的，都是空的。也就《金刚经》所说的，以般若智照，一切法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心外无法，这个心是指真心说的。但是你现在空不了啊，不空啊，还有种种的相啊，还有你肉体啊，你空不掉啊，那你靠你修了。你认识到空的景象，想达到空的景象，现在你这个不空业系中，知道这个业系的可是空空而成的，还能恢复清净本体，那就离开尘，离开六尘境界。对，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在这个根对尘，你不起执着，渐渐的修行磨练它，离开这个尘垢，渐渐的恢复你本来的清净。因为我们这个现在所说的环境、社会一些的现象、你生活一些知觉，这全是业的缘，业的缘。但是这个业的性体呢，是清净的，它的本质是清净的，但是业染上的这些杂垢，它就不清净了，不清净了。说咱们一个大家那个出生的小孩，是十岁以下的小孩，他很清净的，他不造什么。现在不同了。现在三十岁小孩都造业，三十小孩就拿枪打死人，这就业重了，业太重了。但是说我们本来的性体的时候，我们本来的境界时候，人的性体本来时候是清净的，但是随业的缘越演越出，业来越重越壮。人不是这个善恶的心啊，他是随缘而成的。如果你当小孩儿，就跟一帮小孩儿的调皮的小孩儿，或者那坏小孩儿跟在一起，心养坏了，这跟前生的业有关系。有些的不受养护，有些个他就受，随这个业缘的呀演变，他的本质就变化了。为什么呢？业所生产生现世的果报，由果报而生起的，你又新造业，又增加那果，那就越来越丑。那么要修善业，恶业的转变，那你现在的善业就感善果，有你善业的因感善业的果，那恶缘越来越轻，善业就越来越壮。根据这种意义，善恶无忌有三种。三种，善就做善业多，善业熏习。如果恶缘盛，善业的缘轻，那就随着恶缘就转了，越能增加恶业的。因为他这个没有体性的法是随缘，你随什么缘就演什么。说熏习就是演绎，熏习意。不能明了自相。
不能明了自性，就随外缘而产生，随外缘而成生吗？但是缘必须得有你的种子，没有种子吗，它不会生芽啊。你有什么叶的种子，就会生出叶的什么芽来。所以说我们三宝弟子，现在我们这个种子是以三宝，我们的本性啊是清净无为的了，大家懂得跟佛无二无别的，这我们讲很久了，讲的次数很多了，大家可能知道的，但是我们要遇着三宝的缘，它逐渐的随三宝还回你净的本体，把眼缘呢渐渐就消失了，但是随眼的因缘，它是越演越深，越演越深，说田地吧，田地你有种子啊，你得种下种子它才生长啊，没有种子怎么发芽呢？因为我们每个众生的体性跟佛无二无别，所以要你遇到三宝缘了，对，遇到佛法生三缘，对，三种缘，遇到这个缘了，一个内因的，一个外头的缘，再加你的修，这样子呢，你渐渐的就转恶向善了。恶业、善业、无忌业，这三业啊，看你遇到什么样的因缘。遇到善业，你有善根，过去的善根，今天又遇到善缘，那你善根的逐渐的增长。你过去有善根，今天是恶缘，那你那善根渐渐就受影响了，就把善就变成恶了，就缘非常重要。有些人善根深厚的，遇到恶缘，他不被恶缘所掩，他力量大，他还能转恶为善，就是转恶人成善人。那诸大菩萨度众生，像我们是有选择的了，这人很好，那么愿意接近他，我说要收徒弟啊，做道友啊，都选择善知识吗？谁选择个恶知识啊？不会的了。但有些你跟他缘非常深厚，离不开。比如说现在这个社会跟过去社会不同了，过去社会要是夫妻结合了之后，那就没办法了，永远得一生，现在可以离婚，随时可以离，但是你得有这个缘才能结为夫妇，离了那就随便了，那就没有这个缘了，因为现在的业跟缘变化非常的大，那未来呢更加变化大，这叫什么呢？佛说的末法。但是佛对这个原生诸法有个定义，原生因缘所生的法，在佛的教授们的观点是空的，它可以随时转化的，这转化当中，你在你造业的当中有善有恶呀，看你恶业的深厚是善业的善根深厚。说三宝弟子现在在末法能闻着法，而后能进修修道的，就说明你的无量劫的善根深厚，善根深厚，在这个深厚的善根所产生的一切缘起，缘起能储成你，就在末法当中，因为你过去善根深厚，你种的种子它要长出善根来的芽，更能增长，
一生一生的善根芽逐渐的增长。但是这个因跟果，这个缘跟性，各个不相值的了，不是能知道的了，各个都不了知了。当代佛门起诉孟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享受103岁。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温暖的阳光照射在绿意盎然的土地上，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坐落于台南市归仁区，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映入眼帘尽是绿油油的田地，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八戒护生园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大平原，风景秀丽，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更显其生机勃勃。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收养了包括104只的狗，以及171头猪。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从门口望去，右边是猪只们的活动空间，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天地。两者虽属不同物种，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稍稍接近围栏，狗儿便奋力摇尾，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声，热情的招呼从未间断，展现出活泼的天性。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谋面，显得有些退却，羞涩地蜷缩在角落，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渴望关爱的眼神，使人发起怜悯之心。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多数收养的狗儿渐渐恢复丰硕亮丽的体毛以及健康的躯体，并恢复与人亲近。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舔手回应。而在另一边，猪圈通风的设计为猪只们挡住酷热的阳光，驱走不少暑气，猪只发出的声响也不分轩轾，有的悠闲地躺卧在角落休息或睡觉，享受着午后的微风；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栏外，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并举起短短的鼻子，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令人深深感受到，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及灵性智慧节。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秉持着佛陀的教法，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以及所有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生园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中华护生协会广邀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让无数刀口余生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获得重生，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佛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身协会。新逢准提菩萨圣诞，举办八关斋戒法会暨修持准提法门。佛为悯念未来诸众生的缘故，宣说过去七句之准提如来等佛母准提陀罗尼。若有四众受持此咒，满90万遍无量劫来五无间等一切诸罪，悉皆灭除无余，所在生处皆得直遇诸佛，所有资具随意充足，速得成就无上菩提，修持准提法，蒙诸佛庇佑，光明广遍照，灭罪增福慧。恭请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日期4月27日星期二上午8点半开始，下午2点念佛共修暨准提法修持，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圣光之时，天空中圆满智慧尽论所放光，消除一切众生愚昧暗，于自在佛妙应我定力。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被吹到胸前恶趣中，挡住烦恼风口问术士。Om Mara Vatsa N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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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一世转生投胎是愿你把雷修法无下地，身为受持佛法生法状，有福中心之家文殊师。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正法脉山之时，如愿火山教会文殊师。Om Mara Vatsana 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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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慈悲与方便上法师教我精通海量诸经论，并能如法教授诸众生文殊师。Om Mara Vatsana 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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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生世世我为利众生，所有财富无吝作施舍，散乱行休息禅定等，圆满六度大行文殊师。Om Mara Vatsana 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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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世苦热闹清凉寂，经论冰山之语缘由难，掉入三意你还难成形，慈悲救我出你文殊师。Om Mara Vatsana Adi Om Mara Vatsana Adi Om Mara Vatsana Adi生成大波文殊师。Om Mara Vatsana 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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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文殊诚心祈求力，启动福智资粮大方送一切众生出世海，如我生离如宁文殊师。Om